安利为什么值得你做？就只有三点。第一点，你的收入不受限制，没有盖的，没有顶的。就像季老师讲过一句话：你想明年赚10万，自己盖个章说赚，明年就可以赚10万。你这方面任何一个公司，你要升级，你再努力。哎呀，有时候我为什么特别感谢我们组团？他们好可怜啊，安利公司的，天天加班也没有加班费，还要那么高兴的，还要上台看我们的脸色，我们怎么可以不爱他们？你说对不对？我就最害怕他们不做了，他们不做了，我们后援部队谁来帮我们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难处公司都帮我们付，那我要的收入是不没有封顶的。你爱赚多少就赚多少，有出息你就帮助自己。我一个月赚100万，你就盖个章说准就可以了嘛。第二个，你的工作方式是随心所欲，无忧无虑，神仙般的生活。我今天最饱的高兴的才上来讲，我不高兴说我现在不讲了，我要走了，谁敢拉我？有这么自由吗？各位你说是不是？第一个，收入不受限制。第二个，各位你知道工作方式，你按什么时候做就做，你按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，你按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。三个值得啊，记得。第一个值得是什么？收入不受限制。第二个工作方式是随心所欲，无忧无虑，神仙般的生活。第三个，你做的时候有，你不做还有啊。各位，我现在回去不做了，我每个月工资都给我。更兴奋的是，我现在在澳门，我没有回台湾，台湾有收入；我没有去美国，美国有收入；我没有回上海，上海、北京各个地方我都有收入。各位，哎呀，真的讲起安利的好，就这样打开水龙头，流也流不尽，说也说不尽。